我们互动还是由着你的意跟我的意互动，互动到什么现象，我会说一些什么哈。当然里面或多或少有点配合这个现象，不配合了就变成互相的功力的比较嘛哈，好吧。好，来一下，牵引落空，啊，它膨进出来了，那我不能直接按过去，因为它膨是这样的，那我往上提，对不对？我往上提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往上来？因为变八。啊，这就养之则弥高，我再讲了，我发现你这边有膨进了，你膨，然后我按，那你变引进落空了，然后呢，可以，啊。那我发现你有膨劲的时候，我提你，你就往上。